譬如你細佬啊林康正，當年佢係讀咩大學啊？你係讀私立大學噶咯喎，都算係。我家唔知係私立五公樓喎。我家唔知係私立五公樓喎。我家唔知係私立五公樓喎。嚇咁大鑊！先紐卡素後邊 Form of University， 嗰時 Newcastle University of Ontario。其實香港人過去。其實香港人過去先去揀個地方。同埋有啲網友問啊，如果喺嗰度要揾嗰啲即係讀書難唔難啊？你問我嗰時我去到大學第二年開始咧，就係交本地學費。去到大學第二年開始咧，就係交本地學費。去到大學第二年開始咧，就係交本地學費。總之我係去到三年之後就可以交翻本地學費。总之我去到三年之后就可以交返本地学费。总之我去到三年之后就可以交返本地学费。初初是交七千几的，后面是交他三千几，不过看完同科。咁啊要在英国找到啲大学是好易的，我都找到大学收啦。甚至你咪即你查一极都实有答收你啲野鸡大学实会有啦，对英国。好难收你。咁啊英国用你用唔用野鸡啦，即係。即係野雞極都即係都 OK 㗎，我哋咁樣講啦。唔知讀下書。喂，咁即係話。